然后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请丽露修给你起一个俄文的名字？他是会说俄语的吗？是外国人，他这么优秀的，是外国人，是外国人，他是外国人，看不出来吗？你这眼神应该不难看出来吧？多难！我以为他是个混血。哦，外国人，外国人。对，Hello， 看我来，你湖南英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作人阿里阿姨学员，刘秀，我的关键词是下班。下班，怎么跟我的关键词竟然是一样的？他比你更想下班，他非常想，而且他现在非常想下班，他现在非常非常。